一场莫名其妙的红绿灯恐慌。哈佛汉学家孔飞利曾经写过一本很有意思的微观史书，叫《教魂：一七六八年中国妖术大恐慌》。通过对中国乾隆年间一场莫名兴起的对子虚乌有的教魂巫术的恐慌，以小见大的剖析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心理问题。而让我莫名想起这本书，是今天早上起来。 看到微博上被刷爆了的新版红绿灯规则的新闻，网上一时盛传说红绿灯要出新版了，从原来简便的绿航红停三色灯，变成特别复杂的九宫格，不仅看着让人眼花，而且规则颇为麻烦，跟解数学题一样，你一个看不懂，一脚油门下去，十二分就没了。然后网友们开始各种编段子，说这个新规怎么不靠谱？ 以后坚决不敢排在第一个过红绿灯了，云云。但到了下午的时候，陆陆续续开始出现了一些辟谣。先是各地一些交警开始站出来表态，说自己这儿并没有接到这个所谓的新版红绿灯规则。而后是南京市某民警发了详细的有图有真相的辟谣，这个被骂惨了的新版红绿灯其实根本就不是什么新规，他依据的是二零一六年指定的国标。 二零一七年下半年就开始实施了，而该国标中写的很清楚，所谓的九宫格红绿灯，仅仅是特殊组合中的一类。国标中明确规定了，它应只在极个别情况下才会适用。换而言之，我们常见的那种三灯红绿灯并没有被废止，九宫格红绿灯从来只是一种补充而已。至于网上盛传的红绿灯要取消读秒的手法，也子虚乌有，因为该国标并没有提到读秒。 读秒装置是各地交警按照另一套行业标准，根据各地情况自行选装的。其实仔细想想，你会发现，这谣言本身就挺奇怪的。全中国到底有多少个十字、丁字、X 字路口？如果真像谣言所盛传的那样，要全国一盘棋统一改换那种九宫格红绿灯，且不说司机们受不受得了，这是多大一项工程？ 各地得花多少钱，忙活多久才能办完？中间又可能带来多少安全隐患呢？所以这个谣言是严重违背行政常识的。网民们这得是对交规制定者有多么不信任，将其当傻瓜，才能把这种反常识的恐慌传起来。可是这个谣言最初到底是哪儿传起来的呢？查了半天，情况可能是这样的：前两天的时候。 九宫格红绿灯的设计者孙正良在某视频平台发了个直播，在抖音开了个直播，讲述他这个设计的原理，并试图说服大家，他的这个设计很人性化，习惯只是时间问题。但是，充分了解九宫格红绿灯运行规则的孙老师，显然并不太理解网络的运行规则，尤其是抖音的运行规则。他显然没想过，他近似这个数学题般的红绿灯设计。 已经让不少人错闯了红灯，被罚款扣分了。平素大家被扣了分、罚了款，因为找不到这奇葩红绿灯的设计人，也就默默忍了。但现在，这个倒霉红绿灯的设计者自己上线直播，试图说服你他这个设计没错，只是你看不懂。那还等什么？冤有头债有主啊！于是，孙老师的直播间顿时化身大型路怒症治疗现场。 短时间内就被一群吐槽他的人给冲了。起初，孙老师还想挣扎一下，呼唤大家理性讨论问题，可抖音哪里是讲理的地方？孙老师不得不先关了评论，而后干脆注销了自己的抖音账号了事。而意犹未尽的吐槽者们将此事进一步散播。可能是因为孙老师在直播中新版红绿灯的表述容易引起误会，传着传着，这个已经颁布很久的红绿灯标准之一。 就被误传成了二零二二年新版红绿灯统一标准了，这应该就是这场风波发生的始末，这就是个以讹传讹的谣言。就像孔飞利在《教魂》中指出的，任何恐慌的传播一定有酝酿它的社会心理因素。同理，红绿灯恐慌突然会在今天火得不像话，我们似乎也能说出一点道理。从一个魔音来看，新版红绿灯这个谣传能火。 是因为它满足了信息传播的三个要素。首先，它确实有相当的必读性。一个人可以什么时政话题都不关心，但只要他今天还要开车或过马路，看到新版红绿灯被改得很麻烦这样的报道，他就一定会点看一看。所以这个话题踩在了几乎所有受众都有观看欲的必读点上，当然关注度惊人。其次， 这个谣言能给受众提供一种稀缺的共识感，在当今的这个共识撕裂的舆论场上，对几乎一切话题，大家都有分歧，大到俄乌战争、台海局势，小到司马南、卢克文被封、和服女孩该不该骂，这些话题不同人群的观点都针尖对麦芒，十个人恨不得能给你说出八种不同观点来。但这个时候突然来一个话题，跟你吐槽这红绿灯设计的太傻 X。 所有开过车、扣过分的人都能迅速达成统一战线，跟着附和一句。而在这种群意汹汹之下，真相到底如何，反而成了最不重要的事情。最终，我想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很多人通过吐槽这个九宫格红绿灯，发现了一种共同的情绪。什么情绪呢？一种被管束时的焦虑感。我是二零一九年拿的驾照，当时科二考了三次。 科三考了三次，一本驾照拖了一年多才拿到。不过在漫长的考试煎熬中，我特别有兴趣的去重读了一本名著——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是的，考驾照这事儿，很容易让我想到《社会契约论》中的某些讨论，因为在我看来，交通规则的形成其实就是一种自由人们如何达成社会契约的模拟实验。正如卢梭说：“人生而自由，人们开车上街。” 归根结底，其目的也是为了获得一种想去哪儿去哪儿的出行自由。换而言之，正如所有人都是为了享受自由而不是被管束而参与公共生活的，所有人是为了享受自由而开车的。在这个世界上，认为某国人就是欠管的理论家不少，但肯说自己就是活得太自由，没人管，或是太有钱，没人罚，所以才想开个车上街，想去被交警管管。 挨个罚单的神经病，只怕一个都没有。而在开车的过程中，随着车辆越来越多，为了让所有人都能更方便、安全的出行，大家又不得不制定一套规则。这个规则就是包括红绿灯在内的交通规则。所以在对交规的审视中，我们可以清晰看到，公权力的产生是后天而非先天的，是先有了参与者的自由，而后才出现对其的制约和灌输的。 交规执法权其实来自于所有出行者们自愿让渡出来的那部分权利，或者像卢梭所总结的“人生而自由，但无往而不在枷锁中”。你只有遵守交通规则的约束，才能享有自由出行的权利。个体的权利和责任是在这种动态博弈中完成了平衡和对等的。而由于不同于其他的规则，交通规则很少受意识形态、民族意识等宏大叙事的干扰。 它总能最完美、最纯净地还原一个社会契约应该是怎样的？你看，大多数交通规则都能符合行政学上的比例原则，即管理者只应为了保证公共安全和社会运转的最高效率，只执行最小限度的管束。在任何一个国家的马路上，都是对司机来说法不禁止即许可，而对交警来说法未授权不可为。这一点在红绿灯上体现得特别明显。 如果你看到一个十字路口是不装红绿灯的，那多半意味着这个路口车流稀少，司机的行驶权完全没有必要由公权介入干涉，你们自己协调就好。这还原了一种人与人交往中最原始的自力协调状态。而越繁忙复杂的路口，往往要设立越复杂的红绿灯，这就意味着个体在这种场景中无法达成自力协调，驾驶者必须上缴一定分量的驾驶自由。 由公权力代为完成这种协调，可是这种协调在大多数情况下也是必须遵循比例原则的。通常的路口只会设立最简单的三灯红绿灯，让驾驶者受到了最小的管束，以维持秩序。绿灯亮的时候可以直行或左右拐，红灯亮的时候也依然可以右拐。而指示灯数量的增加，意味着你受管束的增多。九宫格红绿灯则达到了极致，司机在这样的红绿灯面前。 驾驶自由被完全剥夺了，无论直行、左拐还是右拐，必须完全等待这个管理者象征物的授权。这种最严格的管理，一定只适配于最复杂、最需要公权力协调的路况。一旦脱离这种使用场景，它给人的感觉就一定是拘束、压抑，因为所有人都会在这个红绿灯面前感受到那种被管理时的拘束感、动辄得救和被安排感。 从这个意义上说，孙正良老师开那个直播，从思路上就是错的。他力图阐述自己的这个设计有多么多么精巧、优美，多么符合人性，说服大家。时间长了，大家就习惯了。但他忘记了，所谓人性，就是对这样严格的管束，无论适应多久，都不会习惯。他们只会在必要时接受。而红绿灯作为一种管理的象征物，在任何人的眼中。 都不可能是美的，跟所有为了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而订立的规则措施一样，它只是一种必要的恶。对于出行者而言，最美的红绿灯一定是最简洁，甚至不存在红绿灯，因为它意味着出行者可以在这个路口，在遵守基本交规的前提下，最大限度的享受自己的驾驶自由。所以，我觉得虽然新版红绿灯只是虚惊一场，但这件事传达的公众审美共性。 还是蛮靠谱的。所有人都更欣赏那种越简单越好的，如无必要物增实体的管理规则。没有人会主动喜欢一种所有行动都需等指示，任何自主行为都动辄得救的规矩，和由这种规矩构建的社会。哪怕那种规矩，只是你路口上碰见的一个繁琐、笨拙、呆板的九宫格红绿灯。但，怎么会有那么多人轻易去相信自己？ 明天会被困在一条布满这种繁琐、过度管束的红绿灯的道路上呢？这本应是一桩最疯狂、最违背现代社会常识的反乌托邦狂想。